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带妈妈来到了大溪。嗯，妈，我等一会儿带你去吃饭哈。是啊，缇娜厨房其实挺特别的一家餐厅呢。然后现在还没有到吃饭点哦，带妈妈逛一圈。妈，这地瓜叶今天请你吃的，这是喂猪的红烧盆呢。喂猪？喂猪的，我们红烧盆崩了。对，但是它有写有机地瓜，本来就。喂猪的红烧盆哦，我了解了，我们都拽惯了的。我们那边我妈把豆薯说成地瓜，所以说难怪她说不是。妈，地瓜就是红薯的意思。哦，对，跟你称呼的不一样。怎么都能吃下去？这么老怎么吃？吃不下。不是，妈，这个不是让你吃叶子的，她这个是告诉你种给你看的。她告诉你她这是有机地瓜，没有喷农药啊。没有撒肥料啊，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啦。你喜欢乡下地方就看一看嘛。啊，这个你绝对没见过。这个我不大认得。啊，这什么？啥子花呢？洛神花。洛神花。妈呀，刀豆。啊，刀豆。大片大片。哇，你种过刀豆？种过。好不好吃啊？哎呀，不得好想吃。哎呀，妈，你还是丝瓜，只有柳种了哈。好吃的。还吃得下去，你还嚼好多豆豆，还吃得下去。问题是这个豆怎么吃啊？还是拿来观赏？光老了吃不下了。啊？现在吃不下去了。现在吃不下了。要皮扒皮能泡来吃，倒是。泡跟炒啊？不好吃。好看吗？你看。好看，它在结多，人家打的。嗯。哎呦嘿，我们摘的还是多大片面呢？刀豆。刀豆。不晓得了。蝶豆花。他们拿来泡水喝，说是对眼睛好。后来又说对眼睛不好，然后还告诉我说不要吃。哎呀，我妈这是造型，哇，这我妈越来越时尚了，我的天哪！你要点什么？你看，自己看哈。哇，这不是啥？这个是沙拉，生菜，它是有机的。有机沙拉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菜？什么菜？自己看啊。这是面包粉。哎，面包送的。转的还不对啊，口罩眼睛很帅啊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面包。这样子对，然后这个。这个什么时候煮？夹进去，夹两片嘛。三分十五分钟就可以喝了。好的。好，这什么茶色是？不一样的茶。闻到茶叶，闻到茶叶的味道哈。哎呀，闻到。啊？喝了不是忘了是不是的？不会呀、啊。从来没喝过哈，那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喝过，晓得的哦。还有喝，那天天的啥草药里头？草药。草药啊，清热的，是不是清热的？简单。不知道哎，它是晒干的啦，干的树子，白树，白树。那不清香味？清香味哈、啊。还可以。跟你说。那少吃点了，待会儿吃好料。这一路呢？这可以带走啊，带走啊，怎么可能带走啊？因为我妈的口味怎么可能带走，开玩笑哈。玫瑰盐，好，谢谢。干我等不到，还得开还得。个人是个人的哦，哎，我等等啊，好好等。妈，牛排不能吃太老，太老咬不动。哇塞，筷子不用了吗？表演一下。那啥晓得吧？啊，你花？不，花不烂，我很细啊。哎呀，还有细。妈，这应该是这样，这样子啊。很细，人家忙里面。七分熟是这样的。你吃嘛，不会分还分呢？你不管嘛，你就吃嘛，熟了。牛肉本来就是这样，人家还有五分的，五分的全部是血。我不喜欢吃牛肉的，细菌都没有杀死。没关系呀、啊，它这个是杀过菌的。
你看，还有点分，全部都不怎么搞，你师傅。那就是你的，这一份都是你的，就吃暴露了。那刚才就跟你说那面包少吃少吃，你又不听。那边还有一锅、啊，他叫好嘛，也吃不过点子了，薄了不划算。厚切牛排最出名，什么叫厚切？哦哟，你这样切啊？哦，来了，我的，好有，好，谢谢，是，还是关掉，关掉，好。好的，那你要猴年马月才吃得下去、啊。还有，还没说完，你跑。越老越咬不动，你相信我吧。那鱼，多吃点鱼，多吃点鱼。哇，八爪鱼，牛肉尾巴。对，有鱼尾巴，是啊，没有养。哎呦，我都半天没有下到口啊！先吃一块你的，原味的，是这样，没什么味道哈。那盐巴不够再加。往哪里？剩下就吃了。哇，这个盘子好小啊！哇塞！还是筷子比较实在。妈，我们两个都是土包子进城的，啥都没。一块还是一块？对啊。不打无从下手。对，那这个是那个三文鱼啊，这是鲑鱼，你试试看嘛，看有没有味道。没有。左右开弓。别再说说。是白的，好啊。怎么样？这是鲑鱼、啊。可以可以。妈，我进来一个。真的不好切，不是我妈。它这个牛排跟我以前吃的不太一样，它是白味。上来然后自己加盐巴，我们以前是胡椒啊，完全是盐味，完全是原味，多好啊。以前吃的很薄是吧？少了少吧，分量是可以的，难道是很久没有吃了，感觉笨手笨脚的。妈，这个是薏仁可以吃，这个很好。汤圆我咋吃？汤圆对，汤圆薏仁可以吃，汤圆你不要吃。好，绿豆汤你可以吃。那糯子汤番薯这个豆花，妈呀豆花，然后这个都是包括在套餐里面的，然后还有饭。这就饭啊。饭你可以给你。然后这边这都免费的，它是包括在里面的，包括了。他就是说哈，我们不是点一道菜，像你那个680嘛，你680就包括可以吃这些啊，包括面包，都可以吃，包括还有一杯饮料，是这样的。饮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饮料要等一下。妈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鱼米南瓜。生菜沙拉，生菜。南瓜鱼米。啊，这个是银耳，枸杞银耳啊，嫩的。来一个儿子版的可以吃。吃你这叫吃人两半，不要一样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。这个吃的，然后那个是皮啊，那些这是应该沙拉的，不要哈。那你来一个银耳汤可以吧？银耳汤要一点是吧？这个是果冻，果冻，一小块嘛。青菜，如果没有吃饱，你就吃一些菜嘛。那豆干，豆干不要哈。不要的，豆干。青菜呢？叶子，吃点补充一点维生素。怎么样？真窄啊！你别往那背。原味是这样的，它的烫熟就好了。哎，在青青里面。那是什么？漂着面糊里头。哦，空心面，空心面。面糊的。那这个东西，我喜欢吃凉拌而且，看它味道大不大。好了，会的。那可以哈，谁说肥？那红色的那一个果冻呢？怎么样？银耳应该就是甜的。超臭的。也黏不下。有点甜。这个酸的很。酸的很。酸啥子呢？酸是对的哈。还酸。我多黑，弄得漂亮，干娘。不像是卖你，哎呀，这穿一个人就卖你700多万呀，700多块钱，哎呀，还是让你穿过这些。货币是拿来流通的。我这么夸张，这么多说。对啊，
这样用的。这个好漂亮啊，这里。嗯，走走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你看，那还有床？不是床，不是床，那是凳子。坐龙门，坐着稳。弄蛋炒，你在那不？弄蛋炒，弄蛋炒一啥嘛？先来一个热的嘛，先干蛋上热。哦。太冻呀！你还干冷呀，干呀，对。妈，我跟你说嘛，人家这些地方哈，它不光是给你提供那个餐点，然后还给你一个提个休闲的那种大环境，让你去感受。人家这些土地要花钱买，还要整理啊这些，光是说人家清洁费啊那些，垃圾要人收嘛，对不对嘛？说句老实话呀。人家带个玩具车还可以耍呀。对，人家带娃娃那些，人家还有玩具的嘛。嗯，这些。哎，这个好看，妈，你看是娃娃来了，好喜欢哦。哇、哦，好烫。嗯，像我们小时候哪里有这些吗？对啊，全部是木头做的，那做的很好哈。嗯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木朽木了，朽木不可雕。你穿。嗯，看一下。做的好。啊，做的好哈。嗯。你看嘛，那娃娃还可以上去。啊, 啊，这个是什么车？越野车。我正说很烫，他想去不敢去，结果他还是去了。我去，哎呦，我不疼。铁板烧，妈妈，你的屁股变铁板烧。这个来，在这，这个叫麻辣烫，对，那个叫铁板烧。哎呀，你还要去哦？哎。哦，哎呀，疼你好老婆！你做熨斗，这个是啥的？这个它就是一个玩具嘛，小孩子的一个小屋啊。因为小孩子喜欢躲猫猫啊什么的，躲在里面呢、啊。就像我小时候跟你不是一起躲猫猫吗？哎呀，对，太热了，是好热呀。妈，走吧，我们去喝饮料，走。走饮料，这环境可以哈。马六叔，俺也在。那啥子？马六，我们的马六，马六是，他这叶子大，转嫩去嘛。妈，走吧，享受一下下午茶。你看一下，就是，多漂亮。我这也可以进呀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我们进去喝。它包括的嘛，想办法嘛。前后不行就左右。哎呦，这么多花是不？啊，全部是干花。嗯。干花可以做这么漂亮哈。棉花干。这个绿色的。麦子做这么漂亮，天哪！他在卖的是吧？嗯，卖应该是卖的，有价钱吗？这里有价钱的，自家农场有机干花，但是它是真正的花做的。嗯嗯，这个很可爱哈、啊，这是挂在门上，很漂亮哦。倒花干，卖吃的啥的？不是，喝饮料，好像我们就在这里喝啊。妈，来干杯！你看你的灯很亮吗？嗯。哎呀，有病有亮。有病有量，咱爬山你爬热的嘛，我喝的热的。哦，这条根比小娃管用的条根小。啊！你尝一下甜不甜吗？太甜你就不要吃。我没甜。甜吗？嗯。来给我，不要给你吃。我正好喜欢这个味道。太甜了。嗯。哎，吃这个八合味，八合味。我妈太搞笑。酸啊，有糖，但是不要放。哎，这个就叫下午茶，下午喝茶就叫下午茶。妈，我都忘了，我这个是牛奶加进去，现在是奶茶了。你看嘛。哦，你要喝反正买个牛奶就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加进去了奶，奶茶。茶加奶就变奶茶。或者这个怎么样？舒服哈。享受跟妈妈的快乐时光。其实哈，人的一生哈，小的时候呢，我妈要工作，要在地里面做事，我们要读书，晚上回来呢，然后弄一弄，写作业，睡觉，第二天又去。其实真的静下心来哈，这样子相处的时光真的不多，所以说妈，我们要珍惜，知道吗？我爸都气死了，你们俩倒是珍惜哦，那我嘞，把我晾在一边，每天打电话，打久了我妈还要念，哎呦又打电话，你爸爸又打电话了，真是烦死了，我不想接，每天都说那些废话，你不想想你在一个人在家里面多可怜啊，多孤单啊。妈，什么叫天伦之乐？你帮我解释一下。天伦之乐。天伦之乐。
天龙之乐啊，是什么？天龙之乐，我不知道。天伦之乐就是亲人和亲人之间，很温馨的画面，在一起感受这种温暖、这种温度、这种亲情感。在家天热后出门出去的，压的都不难嘛。在家天热后出门出去的，对的嘛。那是以前难处。对，那是在家天热好，出门时时难，那是因为以前很穷。啊，你想出一趟远门呢，又要花钱，又要顾小孩，家里面又养了多少只猪，啊，对不对？农田呐、啊，鸡鸭鹅啊，哇，就是交的物对啊，你就交啊，就愁啊，啊，现在就不用想那么多了，不想那么多了，养大了就享受，是享受，不想那么多。对，你看你都七十多岁了，啊，身体趁现在还比较，不晓得还走到好几年，就到处走，还有几年的光阴。怎么几年了嘛？还有几十年的光阴，妈就这样子坐着，时光都仿佛停下来了，这样多好啊！咱还是照样有这么安逸的。不一定要以前嘛，现在享受，我们就说现在嘛。那你说以前那又没有我，你跟我爸如果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我爸追我妈的时候，一颗柿子就搞定了。给你们透露一下，我爸爸追我妈妈的时候，就是树上采了一颗柿子啊，打着光脚赤脚，然后就去追求我妈妈，那个裤管都这样卷起来，然后到我妈妈的村庄的时候，我妈觉得很丢脸，天哪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，打着赤脚就来找我，你妈妈没有给你做鞋子吗？那以前做的鞋子都是布鞋哈、啥个结婚来着？结婚来个结了婚之后你跟他做吗？因为我奶奶不会做鞋，我爸就赤脚。好了，不说以前的事情了，我们享受现在的美好时光，快点。好了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，我跟妈妈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喝一下茶。好了，带我妈去石门水库走一走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，就这里。待会儿如果景色好看，我们又拍哦。拜拜，拜拜。